原标题英雄徐良，曾经的英雄，现在的北京普通市民，平静生活着。从这座普通小区里走出来的就是老山英雄，对越自卫反击战一级英模徐良。徐良一生可谓大起大落，从演唱血染的风采家喻户晓的英雄，高价出场被风波叛徒和逃兵传言，再到后来的斗殴致人死亡事件，现在的徐良住在北京的天通苑，像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平静生活着。在春晚上演唱血染的风采，在他负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，他就在军内外做了500多场报告，仅在人民大会堂就做过4次，最多时候添4场，每场2个小时。社会各界写给他的信件加在一起有5、6万封。徐良和战友在一起，1987年12月18日，上海文化艺术报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所价3000元带来的震荡》的文章，矛头直指徐良。最终徐良诉诸法律途径，打赢了官司。徐良和战友们在一起官司刚刚打赢，网络上有流传徐良是叛徒和逃兵，徐良对此传言很气愤和无奈。徐良与战友们在一起1997年，距离徐良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。报纸上的一篇文章，徐良在北京某夜总会因为跟别人发生冲突打斗，致使对方死亡。其实徐良没有参与殴斗，由于是军人身份，徐良第二天被押回了住在陕西的部队，随后等待他的是一年的禁闭生活。徐良从此跌到了人生中的最低谷，昔日英雄的光环从此散去。在关禁闭期间，徐良与发妻陈燕协议离婚，当年的战友小宁冲破部队重重阻力前去探视，由此感动了徐良。2001年，徐良与小宁喜结良缘。2003年，他们有了心爱的儿子欧欧。徐良在老山战场和战友在一起，徐良与战友在一起，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采访徐良，返回搜狐查看更多。责任编辑。